拍东西的时候，其实像我刚才讲环境生态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你去一趟，当然你看很多东西都拍了，可是你可以从这个大到小去夸，你今天要拍什么，不要去就是我一次要从环境拍到产业，拍到生态，没有那个本事啦，对不对？你去的时候，你去想一下这么多东西，环境、生态、教育、文化什么历史的，你今天到底要去拍哪一块？我可以今天就去拍这一块，改天去拍那一块。哦，比如说你看，共联也是我之前有去拍，前面去拍农作，后面去拍生态，再下去拍他们的生活，再下去拍他们的祭典。你这样一拍一拍拍拍，你一次去拍一个，好好去拍完。你去了20次，去了10次，拼凑起来就是一个你可以去做报道。两个东西加起来小报道，5个东西加起来大报道，是不是？20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一部纪录片，是不是？就是说你要自己要去，但是你要把这些素材慢慢的累积下来。好，好，第一个就是那个共寮的水平，哦，这我觉得在共寮非常不错，你那个有机会去，而且我觉得共寮水平，我觉得本身就可以做一个故事。说大家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已经进入休养期，因为贡寮水牛一年就只有整地的时候出来整一下，其他时间都在养老，养老跟生小孩，然后你看到没有，就是这种一副，哦，这生活在人间净土那种，然后农民也不会杀，他不太卖牛去杀，这个牛角怎么用？对呀，啊，他牛角怎么这样呢？可是角度的关系吗？不是，它是直直的出来，但是你有角，没有，应该没有。品种不一样。你要不要记一下照片？那个下次去的时候找一下看。这种这一只，我只知道是牛。小牛嘛。小牛对，就是它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插秧前的水滴田，这是水滴田嘛，插秧前的水滴田。然后你最近是不是刚插秧啊？过年已经插完秧了。差不多，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冷，比较慢，大概也差不多。三月左右，也差不多，因为你台湾插秧最晚在宜兰，大概三最北也要三四月要插。你知道它之前就养在这里，那养在这里第一个，水牛在这扮演什么功能？它脚在踩，它可以把下面那个田下面的裂缝不会漏水裂缝踏死。啊，你不要以为它真是没有功能，会踏死。然后吃完东西运出来。那个运出来就是肥料，就是帮助这个施肥，所以它是有用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然后等到那个插完秧，就是把那个土翻完犁完田，插完秧不能再在田里了，因为你最近那个关东不是死牛，把人家踩要赔10万嘛，有看到新闻吗？没有看到，他那个可以去一下看。就想去帮我们写个故事，看会不会录到10万块。关渡低头牛的时候，再往我们去拍，我们从花莲一路拍回来，他们去花莲抓了低头牛，然后我不知道他后面已经养到6头，然后最近那6头干了什么事，就是好像翻过那个栏障，他们自己有田，可是翻过栏障跑到别人的田里去杀，啊，人家那个田已经那个稻子哦。你如果在一个程度可以补，不管是被牛踩、被牛吃、被什么可以补，可是，一旦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被踩了，就像被牛这种踩，你知道牛这种踩你知道吗？就那个稻子已经长到一个程度了，你去把它踩掉就是没了。那时候补秧都没有用，时间过了。所以牛就干了这样的事，就是在人家稻子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去给它踩，然后像那个农民呀。关渡现在是由台北两位那个嘛，要赔10万，而且是集体赔偿，然后点家弄了好几块，然后现在他们那个在头痛说10万，你总不能去卖牛吧 ？OK， 好，然后拍照的时候可像对不起，拍照主题一定要想好，今天要拍，就像我刚才讲前面6个，你今天要拍什么先想好，然后。我先讲说，现在的照片除了照片，当然一照定生死有啊，就像照片放上去什么都不行，然后就像照片也可以。可是基本上现在照片加 FB 的话，你大概照片都要配置，所以你要想一下，我意思说有故事的照片，
哦，就那个照片，除了是一个好看、影像上的好看之外，其实某个时候他的照片是可以传达某一种故事性。像他就救这个那个金土，哦，就是你知道吗？可以看出那样的一个剧情，或者我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太陌生。我写一个故事，一个人到水池里面去救一个金土，就你拍到一个照片是一个人站在水池里面，或者一个金土在水池里面游，这个都是有点不太对。一个人站在水池里面，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一只金土，那你说有人在那边陪一只金土，那怎么只有一只金土在水池里面？所以最好照片是不是就是两个人？如果你文字叙述是写一个人在池子里面救金土或等等，是不是就照片？是不是你要配合那个故事，或者你要叙述的故事是什么？哦，一样。三个阿伯，这个我一张，好像你已经有应该有故事了，那几年前那个土沟，我可以拍做的道场的一笔，好，然后因为这个道场是这个三个阿伯做的，就像你们两个在玩道场对，然后阿伯就他们也在做那个社区农村的那个社区的营造，然后三个阿伯做完道场，那我去拍的时候，其实他很高兴做完道场。那我先讲一件事，有好几种拍摄方式，拍道场，拍阿伯站在道场旁边，他们做的。可是最后面我看阿伯很嗨，我把阿伯根本就一直，这久人家，这个加起来是73、70、20、200，超过200岁了，坐到那个道场马上。我讲懂意思吗？老人、小孩，是不是那个照片就火了？你懂意思？我拍一张。跟你讲说，哦，做一个道场不好做 ，OK， 也是一个照片。我拍一张三个人站在道场边那种很自私的那种，我最起码是我三个人做，也是一张照片。可是我让三个人上去这个马上面，是不是就是一个味道就出来？所以你看很多的摄影，那个人摄影，不过那个人也是摆拍的，像天下就是这样，对不对？像一些杂志要拍那种商业商场面，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都要拍这样？哦，都要那种。哦，对啊，就是说，好 ，OK， 好，然后再过来就是镜头。老师，请问一下，刚刚那张图，那个人没有看镜头，那这个时候你会 OK 还是？我 OK。你 OK？ 我 OK， 其实我不。好。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来看看什么。感觉表情，比，对。他也没看，我意思说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有很多可能有案，他应该有，但是我意思说没有关系，至少是他们不管说他们，我觉得说是那个表情，是那个表情或者那种 的感觉，甚至我更喜欢他去摸那个马，眼睛看远方或等等，就说我意思说照片，我一直觉得说比较好的照片就是那个感觉，还有那个所谓的照片突破它那个静止的时间点，哦，那东西有点。一张好的照片不是只有那张静止的时间，而是那照片会让你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间是在动的，那个是一个很上乘的照片。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技术经验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东西在里面，哦，那我觉得那个慢慢练慢慢抓，那个有时候不是说相机好坏或什么。那真的是要有些经验，然后有习。我觉得很重要是你要去观察，你要去观察。有些老农民在看田，就像我刚才闭着眼睛那一张，他眼睛闭着，可是你知道吗？他闭着比较张眼睛，散发出更多的味道。老农民在看田，有些农民在看田的时候，你去拍他照，你在拍的时候，他看你那个眼光，就只有在前面5公尺的地方。可是他真的真心去看他的田，在想。看着他的眼，在想他这一期，在想他20年后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飘到远方去，你知道吗？你可以拍到那种照片，可是他你那个时间点跟那种等待很重要，还有那个气氛，然后到后面你要让自己变成影像，他不再介意你在旁边，不再管你那台机器的时候，他会恢复他平常在田里面，他真的可能在平常在田里面待1、2个小时。有1个小时就是坐在田边，然后抽着烟，然后看着远方，那个眼神是非常遥远。那个他，那个整个空间就是他跟他那个田，你懂意思吗？你来都算是
这个以外的东西。那我觉得是慢慢慢慢的好。那照片我觉得真的有一些都非常有单眼的，反正 Michael 哦，像有一些相机，数位相机大概都有，手机好一点的也有啊、哦。那个就是复检相机，现在一万多块都有，以前什么十几万才有那个，我觉得现在相机越做越多，好像我那手机 D 三的，哦，宣称好像至少你放到水下去开五座我们都没问题，对不对？所以我想现在科技进步，东西越来越多，我觉得。我跟大家是说，可以去买一些来玩，但是不用去追高，除非你已经进到那种你要去拍一部专业的作品或等等等等。那我想有些东西可以慢慢像我就是搭相机，好固定相机像好的相机又可以拍照又可以录，然后顶多搭配个那个浮潜相机。好，最近又去买一台那个空白机，你说很贵没有10万，10万块现在已经可以买到。以前一台空白机，包括那台诸神直升机，1小时7万还是1天7万，你怎么做？你根本不要想空白这件事情。后面有那个机器，一台最早的时候，超过5、6年前，我看到一台30万，那时候我还想说，要不要花钱攒攒的，为这台30万？怎么可能？现在10万，画质已经不错。所以我意思说，有些东西可以慢慢玩，那不见得说你都要去买。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浮潜的啦 ，micro 的啦，现在8000块，矿石摄影到后面看到，以前你还要相机还自己在那边算，哦几秒啊什么什么，对不起，现在那个我看6000还8000那个，一台就放着按下去，帮你从晚上录到白天，然后才自己把它录成影片。现在科技年代，东西越来越方便，红外线，以前要拍那个像你去昆达都跟你讲，他拍很多动物啊，你若等这边等死就等。那个动物光闻到你味道就不出来了，对啊，去装红外线的摄影机啊，是不是？所有珍贵的动物的影像全部拍到。我在跟你讲什么？有说中说吗？有什么什么什么？你这边讲半天没有半只或什么相应，真的。可是我照片真的拿出来的时候，你没话讲。那怎么拿出那些照片？运用一些科技的器材。所以我意思说，多有，但是大家也不用慌，其实东西都慢慢在掉。那只是你自己要去看你喜欢的是哪里。然后去买你所要，不是全部都买一堆，买不用其实也很可惜。好，那这是那个水下，那这个很好笑，其实我那时候在拍那个发射中心救了20只金鱼，然后我就是一直去拍，然后我公司是有，可是我就没有说特别去出那个机器。哦，我只是很好奇说那只金鱼在水底下，那个你现在看到这个是人要帮他医疗。然后你看，这整个站在这里，就让它不要乱长。然后这个干嘛？这毛巾把它框住，这里。等一下要嘴巴要把它抬起来，要把它嘴拉开，然后去插那个胃管等等。那我一直在想说那个金豚是什么表情？我很害怕。对，我就把那个放下去了，就这个金，它很贼，其他更不怕的，你知道吗？那金豚这个已经是养到1个月了嘛？我想，因为金豚成熟的金豚有。6岁小孩子的智商，其实他很聪明，很贼，他会认脚步声。那固定喂他的人，他知道那个要拿鱼来丢喂他的，他就会游过来。那奇怪的，他就会在旁边，而且他会讲干什么事情，就是你看眼睛这样，他就把头这样弄在水面上，然后眼睛就露出来这样瞄，然后看他水面上的所有情况，然后会咬那个医生的屁股，会干这种事情。没有金豚。我不知道，就有人说不要把动物拟人化，可是我说句实话，猴子啊，就有些动物跟狗都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它跟人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情感的连接，它认得你。那所以，对啊，你看它的眼神，它在瞄我的相机啊。可是你有觉得它有表情？我们不能猜啊。可是你有觉得它很紧张吗？没有，我觉得它想说，我今天没办法，想帮爸妈跟别人。OK， 好，告诉我，像刚才那个运动，这也是嘛，这是一个运动场景。我一样大景，我总是要，如果说我要拍一个运动，总是要让人家看到所有的大景，有多少人来，那种所谓比较壮阔，那我这种就包山包海，没关系，什么都包，我们就先拍下去。好，一般的构图，是不是？主体是那两个，可是我不见得拍照要把所有人都放在中间，有没有？我他妈在相片的是
右边的位置，然后这个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就是构成一种你说失衡，或者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非得照片的人就一定要站中间的那一种，哦，这是构图。然后这个照片有什么？哦，这个我也想讲这个。这张照片有什么？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别？有什么意义？来，谁要讲感觉？哎，那个要上洗手间就自己出去，不要，我就不下课了。然后如果想要休息，这张照片有什么功用？回家的路。要什么？回家的路。回家的路。有好，你有一个感觉了。还有其他同学？它是一个意境，哦，就像我跟你讲，不见得我非得要把这个螃蟹拍在中中间，好，哦，它是一个意境，哦，不管说回家路很遥远，沙滩很遥远，沙滩很长，什么都很难，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对不起，我留这个，这是要做海报的照片，做海报，是不是？我到时候你刚才讲回家路。我真是没上次回家的路很遥远。如果我把这只螃蟹拍在正中间，假设我的字要放在中间，是不是那些字全部要在螃蟹身上？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你拍照片的时候有很多功用，但是常常大家会要做一件事情，做海报，做宣传的那个。那宣传的东西，它是需要把字上在照片上面的时候，你在拍照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你可能这张照片的字要放在哪里？你那个主题是不是就要往稍微闪那个字一下？那这个字在意境上它有一个意境的话，就重心在左下右下角。可是我是这个留白的部分，我是不是有很多的运用？是不是？我可以上字，我可以做其他的字句。4月26日什么什么，请到沙滩来进滩等等等等，它就会变成一个活动海报，是不是？好，所以照片不一定说只单纯是说，一般我是不太喜欢在照片上上字，可是有时候你真的人家会说，哎，各位，张照片，我要做名片，我要放字，那你去找，你所有都是4平8稳的东西都在正中间，他知道也可以做下面做上面，可是你懂意思吗？他就没办法去做一张，哦，字在正中间等等等等，甚至于，假设你在做个影片的那个的那个封面，是不是你字都是喜欢放在中间？你是不是要有一张这种，哦，所以有时候要去构图，要想一下，它不见得所有东西，哦，主体就是因为实际上它主体也不是这种字，主体也是以后你的字，所以你要想一下你构图怎么去放，哦，特殊的角度，是不是麦子？我可以站着拍，我可以把那个相机放在下面这样拍上去，它就是高度出来，是不是为什么高度高？是不是我不一定就是仰麦口？当你把这个。相机放到口前的时候，你看鼻子是不是就变了？就是当一个视角不一样的时候，东西它会有不同的样子的时候，它就是不同可爱的样子。好，这爬到这边有多关系的时候，爬到上面去拍，我要告诉你这个村子有多大，这房子有多少，是不是要从上面拍下来？你平面你只有拍到一栋两栋，看不出来。我如果高度拍下来，我跟你讲，我这边很多，前前后后加起来30几栋，这样看可以有可能。可是如果是在这边拍的话，前面3栋。20几栋是什么样子，看不出来，是不是？那这是单眼，哦，一些对焦，景深的运用，哦，前后面模糊，哦，这现在那个现在手机也有了，手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美颜机啊，那个美颜机嘛，那个女生自拍那个，哦，不是女生，就自拍用的这种美颜机，就是你拍的时候，它会帮你把后面做散景，然后。你的那个脸会非常清楚，然后素描会到你的脸，那个不是模糊一下，就那个皱纹雀斑坑洞都会看出来，看起来就年轻20岁。有啊，现在有那这种照片，其他这种叫艺术照，为什么？因为你完全看不清后面的背景，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会很受欢迎？因为全世界就只有它存在，是不是？这种照片感觉就全世界只有它存在，对不对？你看后面是什么都不知道。哦，这东西就这样，那主体就变得非常的明确。那所有照，那种人像照或沙龙照，你当然拍沙龙照就是要拍我特别的那种的样子。如果
你拍照有一个沙龙摄影师给你拍一张沙龙照，后面有二十几个人在后面，你就去交费。OK， 哦，是不是？是不 是, 是？对不对？后面都是麦子，可是你这样看的时候，后面是模糊掉了，主体是变得很明确，是不是？这是所谓的这个前景深。好，然后。然后我要跟大家讲，那个大家不管是用手机或者是用这种相机，我跟你讲，存档很重要。我一直要跟很多人讲这个事情，因为存档不只是哦，是不是有存档？那个受害者讲一下，好像吃过亏的感觉。可是我很喜欢拍，他拍很多，然后就是永远找不到我照片，有可能那个时间整理没有办法去密码，所以常常都要靠记忆，然后真的很容易找不到。对，你这还算幸福的。我碰过那个，我先讲两个，好，先讲悲哀的。我那个存档，就是说你要把你手机照片存到电脑里面去。然后我先跟大家讲，手机存到电脑里面之后，电脑那一批照片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最好去找一些软体去更名，照片更名，让那个照片变成是。那个档名是用那个日期2000年2015年4月动词二，不要留一个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的手机拍的时候，它比如说它一个给你编码是 DF0001， 是不是 DF0001 拍到 DF33003333 就拍了300张，你存进去你没有更名，是不是 DF0001 到0333？你存进去之后，你手机是不是归零了？对。下次你再开始拍，它又是 DF0001 到 DF200， 你再去存第二次，它会跳出你一个小画面，你永远不知道，没有注意到小片。请问要不要覆盖？要。对，就要。然后你就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明明拍了好几年，拍了应该不下数千张的照片，这不会好几年才发现吧？对，有就这样了，有人只拍两看啊。那为什么我的照片里面永远只有300张？不要笑，我想真的很多发生这样子，因为没有我像大家对于电脑跟数位不是那么清楚啊、哦，这个是，所以我跟你讲，第一个要把它存进去，要养成习惯存进去，做日月编码，然后像英国拍很多，我不只做日月是个别档，然后我还会按照地理环境，我会分成台北、台中、台南，因为我到处跑。如果你有这样的话，哦，那像各位都不一定像这样的话，至少你说有去阿里山玩，你就放阿里山，你这辈子不会只去两次，所以就写个阿里山，然后一次抓一个档，就是2005年的、2010年的、2004年的，是不是？你以后再看也可以看出来这年度的不一样，然后里面的中东西把它再细。每一张照片的档用日月，这样都不会去重叠。好，然后你要找到照片很快。啊，我去阿里山照片给你看，很快就找出来。我现在有时候很怕那阿伯啊，去那个出去的时候，阿伯说他要给我看照片，然后我看他拿手机脚就开始拿，因为他肯定要在手机里面的，现在手机容量都很大，可能是上百张里面去找出他那一张，然后他在那个阿伯身边旁边，我给，那怎样？哦，不，等。然后你要走啊，但你随二随二，你懂意思吗？所以我意思是说，养成一个习惯，这是照片嘛。如果是影带跟那个影带，你自己不做，你自己不照片，来干嘛？照片你还可以很快就看到那一张照片是什么。影带你不点开看，你还不知道影带里面卖什么。你不去编码，不去做，不用编那么细哦。但是至少是说，哦，2005年什么什么四月什么课，你要找那块就很快。那至于你要找里面的哪一块，是在慢慢去看。可是你连2005年跟2004年都放在一块上，你会找得很辛苦。哦，记不记得？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拍完的照片要存档，存档要更名，哦，然后做适度的一些所谓的归类整理。以后你这样去要找到照片要用，会比较方便。你懂意思吗？我开始要写一个故事，我不只写阿里山，我要分析台湾，我去跑。假设这不一定是我专业那个什么。你想要写一个我去不同的山庄哦，山里面玩的感觉，太平山、阿里山、合欢山，大家都有去吧？没有人说没有三个地方没去过。
我现在要做三个地方的分析，我要找出三个地方的照片。你有分档的时候，是不是很快就可以从这里面抽出你觉得你可以使用到的照片，然后来编写那个故事或者游记？当你同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哇，你光照片就要先找两天，是不是？所以归类先一样，存档、更名、分档很重要，好不好？好，我这边我本来是想要拿那个我自己一些我那个部落格跟那个这个后面再，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些看出来，好，我就把一些影像的东西放。好，那个这是静态的，哦，这是动态的，来再看一下。好，敬畏，哦，其实敬畏，圣经里有敬畏，访问的时候有敬畏，哦，大概大家记一下，全身。敬畏，就是当你好了，假设什么叫敬畏了？就是那个当你是一个摄影师的时候，有一个国际大导演说，给一个半身的人敬畏。我们知道什么叫半身？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半身，那个大导演就说那不要了。对啦，其实就是一边我一般讲的是访问镜头，就是你要访问那个人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敬畏？只是全身照片能讲什么敬畏吗？啊，这是全身敬畏的。哦，这个人这是全身敬畏，裴伟老师嘛，全身。哦，是不是？全身的敬畏，是不是？半身。哦。这也算半身。胸。胸哦，这样。是不是到他乳房的地方？胸部。大臀点。特写。哦，已经到颈部特写。然后更三七年是什么？那个眼睛的泪珠，哦，那是更三七，哦，那个电视台有时候会，可是我觉得说，大概这个已经是非常近了。如果你要特别那个人讲话的时候，像那个镜头可以润，可以推进去嘛？那个人讲话讲到真的是有，你可以感觉到他眼神真的是，不要说三七年，就是很有感受，适度的推进那是 OK 的。那其他的，哦，你像这种。好像这是一般我们在访问的时候，访问一个人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两个比较多啊，半身跟这个所谓的，懂意思吗？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你人讲话的时候不是让他站在正中间哦，不是让他站在正中间对着镜头讲，啊，那个好几把刀，就是让他在旁边，不要看镜头，摄影机在这里的话，不是这样哦，这样全世界只有一个会对着镜头讲。那个叫总统，然后在那个也只有一个时间叫做新年文告，我们讲一千，可大家都现在也比较少。以前那个蒋经国，年好的，那个反正承认的大概都有年纪了，不承认的都没有年纪。以前我们小时候那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除夕夜，国威全国同胞，是不是他眼睛就会看着？当他看着镜头的时候，在摄影学上就是看着。我看的镜头，其实在电视机放出来就是看的，所以一般你看电视机在访问的时候，很少人会是看着镜头讲话，一定是懂意思吗？所以你访问的时候，一定如果一个人的时候镜头架，是不是？我如果我访问他，我不会这样，我不会站在镜头这样访问，因为他人会找我的眼睛，或者要看镜头，那我一定叫他不要看镜头，看我的眼睛。那我叫他看我眼睛的时候，我甚至要怎么放，是不是？是不是他看我的眼睛？摄影机在那位置，是不是？是不是？你懂意思吗？他就不会看着镜头讲话。那个东西怎么讲？就是说他不是不沉稳啊，可是在摄影的表现上，他就是一个敬畏，就是他不是直射摄影机，然后人在旁边。那人在旁边还很重要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这次已经在讲那所谓的剪接或后置的技巧，因为你会上个名字。前行政院长，是不是？我会写在这边。那如果他能站在正中间，也可以了，你也可以写，或者你要压在正中间的身上，前行政院长就不好看。是，这是敬畏哦，这哦，是不是？我的名字可以上在这里，是不是？好，好，那这边啊、哦，这有时候这个太近了。好，然后这边有一个分镜的那个。
看一下哈。这个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这有一些是用单眼相机跟那个单眼相机拍的，自己去拍的。我告诉你说，自己可以做影片，不见得说只有专业的机构，电视台才有帮助，自己去拍。但是拍的时候要分镜，什么叫分镜？你注意看我们这边来开始算，几个分镜。好，第一个分镜，柳丁。好，但是我让它从不清变清。第一个分镜，第二个分镜，我再拔柳丁。第三个分镜，特写，我再扎扎。第四个分镜，抱柳丁。第五个分镜。去拍另外一个，第六个是不是切这个？第七个空间，第八个是不是？第九个，第十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懂我的分镜的意思吗？我是分十九个地方拍，然后利用这十九个去组合起来。而且注意看一件事情是说，其实谁在唱歌？最后面那个人在唱歌，是不是？其实这一块怎么剪？就是那个人从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是他的话，我就在拍那个人唱歌。可是我把拍的全部的分镜，去把这些话都盖起来，是不是？最后你看到那个人在唱歌，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歌不是配乐，是真的那个人在唱。可是，在前面我是把用这分镜把一些故事放上去，然后这里面没有旁白，没有那个没有对白，是不是？他就是完全用字去传，好，这是很简单的做法。但是我讲一个故事，然后你看每个分十九个分镜，可是你注意看，其实它是几个场景，柳丁园，柳丁一个场景，教室一个场景，柳丁炸柳丁是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场景里面，我其实分了三组镜头，你懂意思吗？你懂我场景的意思吗？就是在柳丁园里面，我就拍了三组镜头。柳丁是不是第一个一开始的柳丁？第二个是什么？那个人在看那个人。那炸柳丁是不是也三个？就是你懂意思？一个我有十九个分镜，可是这十九分实际上我只到了，我讲不要讲分镜，到了几个地点。那一个地点我拍三到四组的。分镜，是不是？我就可以来组合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就在讲的微电影，是不是？你只要剧情好，故事好，声音好，然后表达东西有，就是一个。我问个问题哦，你譬如说你有电影刚，譬如说你用了三个分镜，是，那你是去就有一个构想哦，就拍了三十个，因为我拍了一大堆，因为我这个我本来就想要拍，因为他这边是在卖那个柳丁的，哦，你大家看那个图，再看一下，对。就他在帮他卖柳丁，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就是想要去讲给短短的故事，一群学生到这村子里面帮那群老人，帮这个村民卖柳丁，然后就这样，然后至于那个柳丁的好坏，那个柳丁什么，那个深入的东西我都不讲，我就是创造一个气氛，啊，那是我在电视一般广告在用，他卖你洗衣机，然后在那边什么狗咬啦，然后什么洗衣机很漂亮，他告诉你那个洗衣机任何的功能没有。它就是那个气氛，就是我们讲那种感性行销嘛，先吸引你注意，你会想去买。那至于你要不要买，去到店里面，那个销售员自然会天花乱坠跟你讲，这台洗衣机丢坦克下去都会洗两百，是不是？它就是那种，懂意思吗？就是说，一个影片，除非你是在做一个很长的纪录片哦，要讲到很详细，否则如果说这种一分钟或20分钟，哦，这种东西你是在帮做某一种。不管是宣传或者介绍某一个东西，一直要讲一个气氛的话，没有关系，短短浅浅，可以。好，那至于你再讲一些，就是那些主啊，不过那些东西你去之前你还是要想，因为我不是去就拍，我在拍之前我要稍微先
村子里面照一下，然后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你心里就有一点，我怎么去做分镜，我去哪几个场景，那我场景不能只拍个一种一个镜位或一个嘛，我拍三个怎么去分？好，那时候就是你自己要现场去那个，那这个我大概这个就跳过去，这主要是自然声音。